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三十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，天秤座。天秤座今天在工作上面的发展很顺利哦，不管是你在人员的合作方面，还是你的计划发展上，都在轨道上，并且比你想象的还顺利呢。你今天在讲话上面也很有话语权，所以你如果想要表达什么，或是安排大家做什么事情，尽管说，大家都会听你的。第二名，双子座。双子座今天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在目标方面你多去看看，在目标上只要你抓住了那个目标，或者是抓住了那个方向，你的努力是很快可以达成那个方向的，而且你的收入也会相应的跟着增加哦。第三名，摩羯座。摩羯座在感情方面是非常有默契的，这是你这阵子认真去互动、认真沟通的结果。你在跟对方沟通和互动的时候，慢慢的达成了默契，也达成了某个承诺。当然在合作方面呢，你跟对方是一拍即合的，所以很多事情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完成啦。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处女座。处女座不管是在感情方面还是在合作关系方面，你会担心说未来这是要怎么发展呢？怎么发展才是顺利的？这是我想要的吗？是不是我真的喜欢呢？多问问这样的直觉真的是很不错，这会让你更清楚自己要什么。第二名，金牛座。金牛座你会发现，今天我很多杂事就在身边，一定要每一件每一件事情都处理，这些事情处理太多，你会觉得哦，这些杂事缠身，让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啊。你别急，因为这些小事做完整理好之后，大事自然就可以成功把握了。第三名，水瓶座。水瓶座今天会担忧自己的财务，想要勉强自己去做很多事情，把这个财务的亏空啊去补起来。但其实在财务方面，你自己是有自己的计划的，不要担心，有些计划它没有完全完成，是因为下一步才是要去完成的，发展性的去思考，你就不会太担心了。今天我要送大家一句话，慢慢来比较快，时间的累积很重要哦。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。